是是是是。好吧好吧，太驼背了。爷爷，云川，我回来了。你怎么回来了？孙子回来给您过生呀。哦，云峥刚从拉卡亚回来，原理决定升你三线，维克里上班第一天宣布。说的好像是你人情似的，这个三线是我自己靠实力得来的。阿姨你好，我就是杜云琛，是维安的大学学长。学长好，学长最靠谱了，学长要是没有女朋友就更靠谱了，是吧？啊不是不是，我是说维安老跟我说啊，有个靠谱的学长，没想到我今天见到本人了。走走走，苏维安，阿姨做了好多好吃的呢。难道这就是你消失的原因？来来来，回家。哎呀，别不好意思了，走吧走吧。我还有好多话要跟你说呢。你想知道哪个妹妹单身吗？单身妹妹在哪儿啊？那就在那儿，打鼓的那个妹妹。这个妹妹我认识，啊，从来没有男朋友，特别渴望谈恋爱。哎，别走嘛！喝多了吧？没喝多，来，来来来，喝。松手。呀哈，哎，挺有脾气是不是啊？我看看。好久不见，我给顾医生选一条领带，好看吗？好看。哦，你要进来吗？不用了。